去除路人架，随意移动照片里的人物，圈一圈就能轻松搜索的功能。它可能是你心目中的完美手机。让副刊来为你亲测全新推出的 Samsung Galaxy S24 Ultra 四大超强和人性化的 AI 功能。人物站错边了，没关系，点一点铅笔，再点这三颗星，就能将人物圈起来，移动位置和调整大小。无需下载任何修图软件，这个功能会自动填充空白处，超强的修复技术帮你把图像补全。它还具备去除障碍物的功能，以后都不用再劳烦别人帮你去除路人甲啦，一招就能去除障碍物。有了 Samsung Galaxy S24 Ultra 的即时翻译功能，语言不通也不怕，通话的时候打开实时翻译，轻松把话转成你熟悉的语言。好奇照片中的手机款式，想搜索又不知道该打什么字眼，用 S Pen 或手指把它圈起来，无论是相册还是网页里的照片， Google 都会自动帮你找出相关答案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你还在为做笔记而烦恼吗？这款手机打造适合你的笔记系统，你随手记录下来的内容， Galaxy AI 都会帮你整理成精简易读的笔记，帮助你更快速地抓住重点，省时又省力。除了强大的 AI 功能，这次 Samsung 也跟上潮流，边框和 S Pen 都采用了钛合金的材质，无论是外观还是手感都大大升级。还有高达2亿像素的后置镜头，放大5倍、10倍、20倍，照片都清晰可见，堪称是看演唱会的必备神器。想看更多酷炫的功能，赶紧点击影片下方的链接到 Samsung 的官网了解吧。